老公。欧罗巴，我们来了！只见这个公主哭得梨花带雨，怔怔地望着眼前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。这本书写得不好。这个女主做什么事都要靠男人，一点魅力都没有。郎君啊，你现在觉悟还挺高嘛。哎，这还不是受夫人的影响。这本书不好，我给你换一本。姑姑姑父，新平来看你们了。新平来。他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你，一定很喜欢你吧。姑姑啊，也非常非常喜欢他的。之前啊，我都是争的。我就知道。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这是我们两个女孩之间的秘密。公主、驸马，这圣上呀和皇后最近抱着两个小宝贝不肯撒手呢。皇后还问能不能再多留他们一阵子呢。那太好了，正好我跟驸马想拜托一下绿衣照顾一下小月饼跟小粽子呢。那郡主，咱们回去陪弟弟妹妹玩吧。好，我就知道你们要去二人世界。走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再见。这新平还真是人小鬼大。我觉得新平说的没有错，驸马，你是不是应该补我一个蜜月了呀？都依你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父王母后听说我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喜出望外，让我们过去小聚，和当地的百姓交流切磋最新的大夏文化，然后再带他们回花寿转转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我这套衣服还好，但是你这套衣服是不是太过暴露了？哎呀，那边的人啊，都这么穿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，别再误了船啊！签证、船票。老公，欧罗巴，我们来了！恭送公主。